嗨，我是周怡，是鸡尾钉的 Credit Director， 也是这里的形象老师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 silhouette 和 neckline 的原理到底是什么。第一，我们先讲到关于 silhouette， 它主要可以拿来修饰我们的下半身的体型，来达到完美的效果。Silhouette 是可以根据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所想要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形态。那么呢，基本常规的 silhouette 我们有分为六种，比如有 mermaid， 有 A-line， 还有 ball gown 等等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关于 neckline， 它除了可以达到设计的效果以外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修饰我们的上半身、我们的脸型还有我们的盆子，来达到完美的效果。而 neckline 主要常规我们也分为了八种，比如有 bustier， 有 off shoulder， 还有 V-neck 等等。今天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关于基本的 silhouette 和 neckline 的知识，接下来我们将会分享更多，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平台哦。同时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店里来参观我们的衣服以外，顺便来寻求我们的专业顾问，来帮助你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。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